你这印的字是都找齐了吗？找齐不容易，就是南京城墙博物馆他也找不齐。他这个是什么？写的是随便写的词还是什么词呢？不是。那我们这边的城墙都是文物，不可以在上面直接拓印。这边也会让公文文加强巡逻，虽然我们没有执法权，但是我们这边也会在相应的公文进行处理。